是多伦多玄学地产团队的 Viva， 现在呢我在旺市的工业区，我现在想准备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商铺的listing。 这个商铺是位于在 Steels 和 Pan Valley 交界，大概在东北角的位置。好吧，那现在我就要领大家进去给大家看一看，然后呢我还要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小区这个 plaza 周围的情况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去这个物业的路上了，这个物业的入口呢有好几个，我们现在是从后面进来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样子。其实后面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就是 loading area， 我们叫 loading area， 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收发货的这么一个区域。可以看到这个旁边都有很多特别大型的那种53尺的那种大的 trailer track， 然后很工业化。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个物业的后边，我想从这边过来吧，想看一下，看前面那个蓝色的垃圾桶的位置呢，那个就是刚才物业的后面。我想进到这个物业的侧面，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右手边这边整个就是这个物业的后面，这个物业就是呈现一个马蹄形，就有点像一个 U 字形。我们是在入口，我们的物业呢是在入口靠近入口的位置。各种就是供应各种团体为基本单位的，他们呢就是做很多像婚庆啊，或者是一些团体的庆典活动，还有包括像丧葬服务，这些送花服务，这个业主是非常能干的，他们已经在这里经营了35年里。然后我领大家进到这店里看一下，现在这个店里边呢，我们看到就是业主他一直都是这样打理的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，你进来的时候你闻到的只有花香，还有那清新的空气，你就感觉就是真的是非常就是向往美好。它这个里边的所有的装修都是业主亲手自己设计打理的，用料都是非常的实在，像这种花岗岩的台面，然后到自己色彩的搭配，整个这种户型呢其实是在商业里边算是一个最基础户型，就是一个长方形，它原先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，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长条，然后你在里边做一些各种的改动。像我们现在这个物业呢，它已经在二楼，不但是一楼自己全部重新铺地装修，然后做了一个大的这种展示柜，因为他们是做花店生意的，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空间来存储他们的花，都是各种鲜花，然后还有他们的办公室。这边呢是一个卫生间和衣帽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办公室。然后我们的业主现在在努力的工作，我带大家大概看一下。这个整个这个放花的冰箱非常大，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冷库，是专门用来存储鲜花的。
前面那个部分是展示，后面是存储，然后这个空间呢是他们的操作空间。嗯，有刚刚就是送了几个，整理完几个大单，这个是后面还有等着要送出去的一些花篮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二楼，二楼现在是已经跟市政府拿到了装修许可、加建许可的。我们从这儿进去哈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这个上面呢是他楼底下冷库储藏室的一个设备，是刚刚更换的，非常大的一个养制冷机。然后我们在其他的位置，这个整个这个物业大概顶高是18尺，也就是他们把底下2275尺拿出来，一部分空间在二楼做加建，在二楼的这个大概是1000尺吧，这个加建的空间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打开了呢，它也就是，或者是有的业主呢，他愿意在二楼自己做成一个办公室，这个都是允许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从这个物业的后门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后门呢有两个入口，这边是一个，对不起，有点反光，然后这边是另一个，就是通常这两个口都可以，比如说你需要接你的户，有一些那个delivery 啊，一些那个都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出，包括另外一个口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个朝路南边的那个口，就是前面那个大街就是 Steels。 这些都是各个物业的后门。我们这个物业是离门口相当近的，就是进出都是很方便。然后整个这个物业呢，它是包括送垃圾，这边是另外一个门，这个门就是通向这个整个这个 Plaza 物业的另外一边了。这些门都是开着的，就是你从哪边进都可以。刚才就是领大家看完了我们现在 listing 的这个商业的物业。这个物业呢，它现在是做这个花店生意的业主来使用的。但是我们这个物业它有一个非常别的其他的物业都没有的，因为你看其他的物业它都是只能是用来做生产呀、加工，或者是用来做存储一些有点像warehouse sale 一样使用的物业，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用来做零售的。他们现在的这个花店生意呢，是给各个，我的客人走了。